去年底有民众去这婚姻伴聊鱼缸钓鱼，说好海巡人员照着这鱼缸法可坑离开，啊，鱼缸敢袂当钓鱼嘞？啊，这婚姻馆政府含这相关单位讨论了，即马公告，讲这婚姻的三条轮的鱼缸甲伴聊鱼缸会当去钓鱼，暗个袂当用好的。来到去年伴聊鱼缸，有真侪民众拢来这钓鱼，但去年底有民众在这钓鱼被海巡人员以渔业法禁止在鱼缸采捕坑离。经文管府要求相关单位严厉发函，公告三条轮鱼缸和捕捞鱼缸开放垂钓区域，但强调禁止使用网钩直接来捞捕，也是破坏公共设施。公告的部分就是这个区域就尽量是不会影响到渔船进出的一个或是渔民作业的一个航道啊，跟作业的一个区域。然后是呼吁说，如果民众在钓鱼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自身安全。如果没有在那个指定区域的部分做钓鱼，或依违反渔港法去裁罚3万到15万不等的一个罚款。洪广富呢，主要是三条轮鱼港开放钓客在北堤和南堤部分钓鱼，至捕捞鱼港开放交通准会码头区域。投钓客欢迎开放区域详细，而且有积水问题，希望相关单位阁有当营业放大钓鱼的区域。看到那个区域性给钓客钓没有错，可是那个区域实在是太小了，而且他们积沙很严重，根本就没办法钓。麻烦云林县政府哦，听听一下我们的心声，麻烦哦，你们再做个方案，看能不能说不要封港之类的。对出来就表示，指定区域开放钓鱼，主要是要避免影响到渔民作业。但现在除了开放两个鱼缸的区域钓鱼，另外卖在大溪鱼缸附近的大溪四号水门，还经乎鱼缸边啊设置优先的钓鱼平台，近期完工后，就开放予钓客来使用。记者吴立波报道。